西部战区作战序列内，近一级近坦二十级被打得稀烂，建制已不复存在。六级则因为开展以来屡屡锻炼逃跑技能，这次先发制人的润勒而幸免于难。哈尔科夫州整个地区几千俄军被俘，剩下的还有好多在密林里和格鲁吉亚人与车臣人捉迷藏，并忍受着膝盖的酸痛。西部战区更是丢下五百多辆重型武器，足以让乌军装备三个装甲旅。 并帮助俄军在原乌武器直播室里继续坐稳榜一大哥的位置。俄罗斯世界第二军事力量和战斗民族两项历史荣誉被粉碎。这些人造谣说乌军几个旅围攻所谓的俄四零三师，不好意思，我在俄军现行作战序列中没有找到这个师的番号，然而却误入俄军包围圈。俄空天军出动包括苏三十五、35, 苏五十七在内的三个战斗机群，连同俄火箭军的四个火箭旅。 三个导弹师早早就为乌三个旅级战斗群准备好墓地。当乌军三个旅级战斗群进入伏击圈，俄军立即开火，万箭齐发。可怜乌军三个旅级战斗群还未反应过来，就瞬间葬身火海，五千多人死于非命。苏三十五和苏五十七都是空优战机，虽然也能丢炸弹，但空天军很少派这俩型号的战机出击。最近以来，空天军更绝少突入乌克兰原国境内作战的。 都是远远发射导弹就回航了，为啥？因为怕被打下来。火箭军导弹师是干什么的？看来写作者还是要先普及一下军事知识。火箭军导弹师装备的是巡航导弹，是执行战略打击任务。他们的导弹几百万美元一发，装载的是核弹头或战术核弹头，用来打野战军，不是他们能遂行的作战任务，也不是他们的训练科目。 战术上讲也不划算，战史上更不曾出现过。克里姆林宫承认其在哈尔科夫州的失败，允许国家电视台公开播放讨论哈尔科夫大溃败的电视节目。这是自2022年2月开战以来，莫斯科首次公开承认失败。这与他们以前报道俄罗斯夸大或捏造成功的模式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克里姆林宫从未承认俄罗斯在基辅周围或后来在蛇岛被击败。 将从基辅撤退，吹嘘为转进，并假装从蛇岛撤出为善意姿态。这回在哈尔科夫实在输得太惨了，败兵太多了，而且很多都已经回到俄罗斯境内。战败的情况迅速传开，掩盖不过去了。今天泽连斯基抵达伊久姆，视察部队，参加升旗仪式，并给有功人员授勋颁奖。开战快七个月了，泽连斯基没有润，坚持了下来，而且到处露面。 乌军并非弱不禁风，牢牢守住关键要地，现在还打出那么精彩的反击战。乌克兰人并非墙头草，国家杜马没有一个人叛变，各级行政人员全部坚守岗位，反而是被吹成战斗民族的俄罗斯到处拉垮，攻又攻不动，守也守不住。今天我们的战况研判还是以聚焦哈尔科夫反击为主，在哈尔科夫以外，情况较为平稳，用三句话简单带过即可。一 乌军再次袭击新卡霍夫卡地区的高价值目标，此处传来连绵不断的爆炸声。二，乌空军对俄军进行了十二次空袭，击落了一架苏 -25、一架苏 -24M、24 M 一架 Mi-8 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乌导弹、火箭部队和炮兵炮击了九个俄军指挥点和三个俄军集结地。三，乌军击退了俄军在各个地段发起的进攻，没有让他们取得进展，包括斯皮尔内。 马约尔斯克、奥德拉迪夫卡、维塞拉多利纳、沃迪安、阿夫迪耶夫卡、贝济梅内和新卡霍里夫卡的袭击。目前，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反攻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时期。今天没有看到更多领土的一手。哈尔科夫东北部俄军第六集团军已经撤得干干净净。乌军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去升级就好了，没有进一步的战斗。 但是在边境和别尔哥罗德的比留奇和维里戈夫卡两个村庄发生了轻武器交火，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哈尔科夫东面，部分乌军部队从博罗瓦附近跨过奥斯科尔河向东追击前进，具体情况并不清晰。过去这一天里，乌军继续缴获大量俄军重型武器，这些装备很多都来自俄军遗留的阵地，阵地附近往往会发现重型装备或者弹药。一辆 Borisovsk-2。2, 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夫二电子战系统在哈尔科夫战区被缴获，这是俄罗斯在2015年开始给地面部队少量列装的新型战术级电子战系统，属于宝贝疙瘩级别的装备，主要用途是对敌方的无线电信号进行干扰。另外，乌军也在继续收容俄军俘虏。乌克兰士兵将一名俄罗斯士兵从燃烧的坦克中拉出来后，询问他的军衔，他回答说。 他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名海军列兵，a 门，在接受了一周的训练后，神奇般的被调到一辆坦克上工作。他很庆幸自己还活着，虽然全身烧伤，眼睛也被熏坏了。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人，他是应征入伍的，不是合同兵。原本在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第四十二火箭师的一个单位服役。有一天，有个军官来到他们部队。 命令他们师的每个团中抽出四十人作为志愿者送往乌克兰，但他的单位只有三十二人抵达前线，有几个人在路上找各种借口润了。这几个俄军原本驻扎在苏利吉夫卡附近。九月十日早上，这哥们和另外三个人醒来时，发现他们营地里的其他人全部消失了，丢下了所有的装备、弹药和少数无法开动的车辆。之前营地里至少有一百五十多人，而那天早上。 只剩下四个在风中凌乱，但是除了缴获和俘虏外，乌军没有再像前几天那样大刀阔斧地分成几路向前推进。乌军领导曾坦诚，哈尔科夫反击的效果出乎意料，俄军土崩瓦解的结果导致乌军进军速度远远大于预期。这种情况有时可能导致未知的风险，比如步兵战车前进过快，万一遇到事先没查明的敌军坚固筑垒地区，没有支援炮火的帮助。 步兵战车可能遭受较重大的伤亡，从这个角度来说，脚步放缓有好处。让乌军停下的另一个原因是，部队需要补充物资了。从九月九日到现在五天过去，一些部队已经缺乏油料和弹药，有些车辆出现故障抛锚，要等他们跟上队伍。另外，连续作战体力消耗极大，人员也需要休整一下。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俄军撤退毫无章法。 导致乌军接收了太多的俘虏，缴获了太多的重型武器。乌军对此毫无准备，甚至缺乏足够的关押俘虏的营房。又比如，俄军卫第四坦克师有两个坦克团，每个团有大概九十三辆 T80U 坦克。可是哈尔科夫反击战开始以来，他丢了一半，几乎整整一个坦克团的 T80U。根据 Orx，在过去的七天里。 根据前线传回的图像素材进行确认和统计的结果，俄军被证实已被缴获或被毁，主要是缴获，而损失的车辆和火炮为五百三十三辆门。下面是细目：坦克一百零二辆，八点五个连或两个营以上；步兵战车一百零八辆，九个连或两个营以上；装甲运兵车八十六辆，七点一个连、两个营；火炮六十六辆。 十一个连或两个炮兵营，总的来说，作战车辆损失为八个营或二点六个旅的损失，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损失最惨重的一周。占其截至目前其总损失的百分之九。乌军在一周内给俄军造成的损失几乎是其两百零二天内损失的十分之一，而且这当中大部分是可以修复的。一旦乌克兰获得两到三周时间，这些武器就会进入乌军作战序列。 到那时，此消彼长，俄军更难以招架加强过的乌军。乌军还不是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之所以把俄军西部战区打得落花流水，有一定的巧劲在里面。但任何力量都有其界限，跨越了界限就容易走向失败。俄罗斯军队就是最好的例子。乌军懂得放慢脚步进行调整是好事，磨刀不误砍柴工。短期休整后，找准俄军防线上下一个薄弱点进行打击。 比漫山遍野的追赶溃散的俄军更有价值。前面讲了乌军在哈尔科夫反击战发起后，今天难得的进入了一个相对强调修正的周期。我们继续探讨哈尔科夫反击战中的一些具体战情。一，据英国情报部门称，著名的俄军近卫一级在哈尔科夫反攻中被击溃。英国国防情报局在《每日简报》中表示，第一近卫坦克军。 以及俄罗斯西部军区的其他部队遭受的损失将需要数年才能重建，这差不多就是被歼灭的节奏。二塔曼师也崩了。从哈尔科夫反击战刚一开始，就有很多军迷在问塔曼师在哪里。之前有消息说塔曼师回国休整，但一些迹象表明塔曼师大部可能就在哈尔科夫伊九姆地区。塔曼师差不多是俄军作战序列中最尊贵的作战部队。 这个师尊贵到什么程度？他们作为一支野战部队，竟然拥有午餐后睡午觉的特权。该部享受了各种超乎其他部队的荣誉，是俄罗斯军队中最精锐的重型装甲部队，被认为是俄军王牌中的王牌，王牌中的第一。其战斗力被评估为异乎寻常的强大。自开战以来，就不断有中文局域网内军事博主和俄校们希望塔曼实建功立业。 可惜其真实作战实力一直不为大众所知，而丢装备逃跑的水平却也不比兄弟部队差多少。虽然如此，大众仍认为这是一支颇具战斗力的部队。但乌克兰军队在伊久姆缴获的一些文书图（图三杠六）表明，事情可能并不是这样。塔曼师下属的第一摩步团的士兵们前不久就驻扎在伊久姆，并在八月三十日大规模地向他们的指挥官提出辞职要求。 辞职信的署名者包括三个排长和两个副排长，所有这些人都来自于防空排，其中两个是来自同一个第四排的指挥官和他的副手，其他人也是来自该部队的防空部门。几乎所有的报告都将身体和精神疲劳作为离开特别军事行动区域的理由。从这些文书来看，当伊久姆被攻克时，塔曼什实际上就在伊久姆，或者至少是他的一部分在。 然而，发生在八月三十日的请辞风波，以及当伊久姆陷落时，并没有任何一支俄军部队能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证明，即便是顶着俄军中最尊贵、最强大的作战部队的光环的塔曼师，在乌军面前也不过四散溃逃而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完整复盘一下，为何乌军能在哈尔科夫反击中打出这样漂亮的成绩。此战开始已经好几天了。 我们现在也能获得一些更加全面的信息，这有助于我们看清整个事情的完整脉络。一进攻的开始日子是二零二二年九月六日，乌军秘密集结约一万三千五百人部队发起进攻。这一数字远小于我们猜测的，我评估至少而至三万人，也远小于他实际带来的震撼，取得如此佳绩，哪怕投入五万人去争夺，也很值得。我们在很多图像资料里。 看到乌军小分队突破，或者光复一个城镇，就那么三五个人，十来个人都很少。不是拍的时候没把大部队拍进去，而是本来就那么少的人。二乌军以少量坦克为矛头，但进攻力量的主体是装甲车甚至轮式车辆、轻型皮卡，这一点也很出人意料。一般认为发起这样大的进攻，装甲力量总是主角，但希尔斯基偏偏派出的是轻装甲部队。 以机动性为主，厚重的装甲为辅。三，乌军的战略设想是迅速冲到奥斯基尔河 （Oskil River） 一线，占据有桥的地区，如哥罗霍瓦特卡 g o r o k o v a t k a 以切断俄军退路，并抢夺关键城镇，如库皮扬斯克 （Kupiansk），断绝伊久姆 e z i a m 的补给路线，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后来这个设想果然很顺利达成了，于是奠定了乌军胜利的基础。 可以说，乌军一开始就是奔着库皮扬斯克去的。四九月六日，乌军展开进攻，炮击时间不长。乌军坦克进攻，尝试撕开俄军防线，发现有如热刀切黄油一样轻松。后来才发现，这里的守军以卢顿伪军为主，人也不多，才一千多人，且都上了年纪，装备又差，没有多少斗志。乌军在南线赫尔松遇到的情况也一样，俄军总是拿伪军部署在一线。 可能是想节约本已不足使用的俄军，但这样一线受不住，二线也被冲击，如意算盘完全没有实现。五乌军坦克撕开防线后，后续的乌军轻装甲部队就全速前进。由于是自己领土，熟门熟路，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但对俄军来说，肯定要掌握预备队，才能补救战线被撕开的形势。但俄军预备队在哪里呢？现在我们知道了。 在这片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机动防御兵力的俄军主战部队，竟然只有一百四十四摩托化师的一个团，也就是第两百五十四摩托化步兵团，大概两千多人的兵力。两千多人的一个团，面对一万三千五百乌军分三路推进，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即便挡住一路，另外两路乌军依然能达成突破。何况乌军这次采取避而不打的策略。 遇到你顽强抵抗的部队或者据点，就绕过去。乌军本身是轻装甲部队，也不擅长攻坚。但是乌军绕过之后，把俄军纵深地域全部占领，前线的俄军没有增援，没有补给，最多支持两三天，也还是得撤。这时候身前身后都是乌军，已经很难撤出了。这就是希尔斯基派出轻装甲部队作战的用意。六，由于俄军缺乏足够的预备队。 无法封堵防线漏洞，所以乌军如水银泻地，很快就分布在从巴拉克利亚、舍甫琴科沃到库皮扬斯克之间的广大地区。第三天就到达了奥斯基尔河一线，并打下库皮扬斯克。至此，伊久姆已经没有坚守的必要，俄军只能下令撤退。七，由于撤退来的十分仓促，俄军撤军路线又极为狭窄，所以俄军不得不丢下所有来不及开走的车辆。 只带上车况最好的那一些，所以才给乌军留下那么多缴获物资。缴获图片我们放了太多了，今天就不放了。综上，希尔斯基扬长避短，巧妙构思。乌军没有多少主力坦克，他就用轻装甲部队为主。轻装甲部队缺乏攻坚能力，他就指导部队放弃攻坚，快速通过指导黄龙，于是取得了完全突破性的进展。 希尔斯基的军事才华令人敬佩，当然能把俄军的底细摸得这么清楚，整套情报与参谋作业，乌军情报部门也展现了极高的水平。这样一支专业素质极强、上下一心、相互信任的军队，我更看好他们将来的成就。从最近的国际形势来评析，哈尔科夫反击战很可能成为整场乌克兰战争的转折点，将大大加速乌军的胜利和俄军的失败。 从外交上，此战的胜利使世界各国都更愿意帮助乌克兰，与乌克兰搞好关系。今天，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他马上要去乌克兰，要把乌克兰带入我们的自由漫游区。他还说，希望西巴尔干半岛、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的人民知道，你们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你们的未来在我们的联盟中。没有你们，我们的联盟就不完整。 这显然是乌克兰的成功，也激励了欧盟国家的自信心。援助方面，昨天德国人说要更加大力支援乌克兰，甚至考虑给步兵战车和主战坦克。之后，今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通信协调员约翰·科比宣布说，美国对乌克兰的新国防援助计划将在几天内公布，更多的武器很快会纷至沓来，说不定还包含乌克兰一直想要的 F 十六。经济方面。 很凑巧的是，俄罗斯之前因为油气涨价增加的财政收入，在七八月份开始减少。俄罗斯金融时报称，随着能源收入减少，俄罗斯预算盈余蒸发。因为八月份能源出口急剧下降，导致财政月度赤字高达三千六百亿卢布（五十九亿美元）。俄罗斯二零二二年的预算盈余已经几乎蒸发了。俄财政部报告称，联邦预算收入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年度下降。 从七月的百分之二十六降至八月的百分之十一。联邦预算八月份的石油收入同比负百分之三点四，与去年同期相比，八月份非石油收入负百分之十四。进口商品的增值税征收负百分之二十六，反映了制裁下俄罗斯商品进口的下降幅度。况且，欧洲国家已经拥有了百分之八十的天然气储备，至少这个冬天可以安然度过了，甚至由于气足。 能够平息整个季节的价格上涨。明年，我们先看看俄罗斯能不能撑到明年吧。可见，军事援助和经济的转折点都来到了。